甲午年十月初五，雪落嵩山，释延傲带领六位武僧开始习练一项更加重要的功夫。十月初五，大魔祖是诞辰纪念日，开始起乞。一般我们上人是打七个乞，乞乞四十九天。我们起乞之前都要去佛祖搞这个生死架。秋收冬藏，五谷归仓，精气内敛，人心易守，这是打禅期的最好时光。一天做十二日香，这个每日香有四十分钟，有一个半小时的。不是所有的武僧都能通过禅期。常年练习功夫的人，最怕的就是安静下来。做禅的有做禅的规矩，不前倾，不后仰，身正，不要打瞌睡，你做不好了就要挨板儿。此时，药局的释延林正在为打禅期的僧人们熬制一种特殊的药茶。这种药茶有三十多味中药材文火炮制而成，可帮助打禅期的僧人们安神静气，抵御严寒。参禅的目的就是说能练好功夫，练功也是在参禅，只是方法不一样。打禅期的目的是为了除去妄念，明心见性。少林绝学历来讲求身心合一，只有让习武者勇猛精进，专一不二，方能达到功夫的最高境界。动身不动心，用一生的时间来用功，这是少林僧人的毕生修行。转星移，日升月落，七七四十九天，看似弹指即逝，对禅修者却无异于一场漫长的煎熬。禅期出关之日，七位武僧脱胎换骨，恍若重生。